3月23日，陈冠希现身上海为某潮流书籍举行签售会。一直以来，陈冠希的穿着打扮都是时尚界的潮流风向标，也是都市潮人们所追捧的对象。而他近年来也把工作重心几乎都放在了自己的服装生意上，在演艺工作上并没有太大的投入。而据陈冠希本人透露，今年他不但会发行新专辑，在电影方面也会给观众带来新的作品。我大概八九月的时候会发专辑，不过应该年底之前应该有一部陈冠希的电影吧。那现在在看很多很多剧本，因为这几年我在 focus 多一点在我的生意，然后我的音乐啊、那今年从八月开始，我会放多一点时间啊、去在电影吧。